我是中新社中新网记者常青宇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家会议中心，来自中外的很多记者已经在这里面调试着设备，准备着工作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新闻中心当中都有什么。在进入到新闻中心之前啊，这里就设了一些展区，像有 AIGC 的创意制作，有 AI 的数字人的这种多功能多场景的播报的展区，那边还有沉浸式体验啊，从中国到非洲的很多著名景点，再往镜头那一处呢，还有非遗的专设展区。进到新闻中心里啊，还有这么几处特色啊，比如说这边就有一个机器人的服务台啊，可以完成一些智能的人机互动过程。那再比如说我的这一侧啊，它会有一个我们的外宣品展示区，这其中呢有很多关于传统文化、城市文化的内容，很多外国记者都非常感兴趣。Because I'm very good. The king of monkey, you know, Zhong Wukong. Yeah, perfect. Now I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. 这个打卡点呢是已经为你架好了机器、灯光，甚至提词器啊，你既可以在这里合影留念，可以在这里完成很多记者朋友们的出境报道的工作。所以这个点已经刚才被围得水泄不通啊，大家玩的是不亦乐乎。FOCAC, we are here. Let's go.